我成日覺得拍呢啲戲咧都係好有 feel 嘅，因為咧永遠一見到個垃圾桶咧，你喺個鏡頭裏邊，即係喺個畫面入邊見到垃圾桶，你有就有一種好污糟嘅感覺，但係你同佢好親密。咁今日終於拍到有一種滿足感，其實有一種變態嘅滿足。跑是辛苦一點的，因為剛才我不是只是跑，我要跑和急停和再跑，那也挺累的。可以拿回來了，放心了，拜拜。